近日世界冠军 Mako 在一场排位中被队友群嘲，小丑上单和自己无关也要掺和进去，引起粉丝不满。起因是因为游戏开局的时候，下路配合出现失误，被对面拿到优势，女警被挂点燃进入草丛，导致打野破败王被发现。 Mako 闪现 A 人也没有拿到人头，结果女警和破败王就一直认为自己并没有爆，是 Mako 的操作导致破败王没有拿到人头。网友经过测试发现，引燃如果重叠的情况下是会暴露重叠单位的视野的，这里对面明显已经看到破败王了，疯狂ping信号。女警被挂点燃暴露了打野，她甚至还在草里面放了一个 Q 技能，卡莎看到破败王后往后撤， Mako 才闪现追的。硬要说的话，确实是 AD 和打野先失误，结果他们却开喷辅助，中上两个丝毫不相关的人也掺和进来当起键盘侠。 Mako 说国服环境不好，这四个用事实证明了环境确实不好，因为下路一波失误骂一整局。我们这波打野在草里蹲着呀，他不好推他往前走，哎，没 A 掉，哎，被人家 A 死了。他这么往后走，打野至少杀一个，有可能双杀，至少能收一个，而且他死不掉。啊，不看了不看了，挺菜的，不看，这没啥好看的了，确实太菜了，怪不得被队友狂喷。